现场直播。大家好，今天早上9点，墨尔本经历了一次6级地震，这好像是我来墨尔本十几年经历的第一次这么大的地震，明显有震感。然后我现在是在 Melbourne 市区的 State Library 州立图书馆，这边有很多的高楼，我们看看市区怎么样吧。我看还都算平静，没有什么明显的毁损。